再来看到中国船冰船两死案件，即马有风声讲金门检方要用过失致死来甲办，海委会主管关碧玲是表示，用过失来甲办，就代表唔是故意的，一切都等待司法调查。今伊嘛搁再强调，昨又搁有中国的海警船过来金门，批评中国又搁咧政治操作。中国快艇外界冰船造成两个人死亡案件已经进入第十三天，海巡署几多名加中国方面的监视代表协商拢无共识。怎么团讲金门地检署调向过失致死罪方向来侦办？对海巡甚至执法过当，海委会主委关碧玲二七讲，关于接受检视。单台监控查明真相，因为是过失嘛，就表示不是故意嘛，我们是愿意接受检视，那我也不偏不倚大公无私，等待检察官检视的结果。有一艘是进来禁止水域，有四艘是进来限制水域，进来的时间不长，好，钓鱼台的模式，我们是非常非常。关碧玲也证实，日后如果有中国的海警船只进入金门的禁止海域，讲中国方面的动作政治性正悬，想要宣示主权，无法度接受中国把钓鱼台模式带到金门海域。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讲，相关动态政府拢有掌握，如果再加强处置措施，按照 SOP 去管。金门马祖的几个地方外里岛啊，它禁限制水域，像原则四千六千。但它有些边缘是比较远、比较近，它只要没有靠我们地面部队啊，会造成威胁，那么其他海军在处理啊，啊，我们不再做额外就做什么表达。面对金门海域的情势升高，国防部长柯国正讲，鉴别规定正清楚，那是无威胁到地面部队，国军是未介入，中心无希望发生任何作战状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